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35集的节目。今天的话呢，再次给大家分享小玩具 Legion Class 第三集的 Side Swipe， 它是目前背对镜头的这个啊，没办法，在电影里头呢，它的配置的位置呢，就是在这么令人尴尬的地方。第三集的 Side Swipe， 它出现的戏份呢，最让人印象深刻，恐怕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墨西哥对决啊。那么后面的这三个玩具的话呢，也都是电影第三集的时候啊，这两个是 Legion Class， 这个是 Cyberburst 等级的 Iron High。 那我都已经很久没有把它们拿出来玩了，今天为了拍这个节目的话呢，我要把这三尊神像给请出来，上面都是一堆灰尘啊，许多的回忆呢也都涌上了心头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款 Sideswipe 的话呢，我承认我当年我真的对这个玩具一点印象都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看我当时其实我已经会收 Legion 级的玩具，可是这两个家伙我却有入，而这一款斯韦伯我却完全把它给 pass 掉。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当时丧失了记忆嘛，还是怎么样啊。那这款玩具的话，它具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胸口，而它的下半身非常的修长，所以它的下半身还原都做得挺好啊，这个细节来讲的话照顾得非常的 OK。 那它的一个手上的话呢，其实是有手上是有武器啦，只是说门板手的关系呢你已经看不到了，从侧边来看的话呢就能看到那个尖刀，但这个尖刀的话呢在第三集里头似乎没有派上什么用场哦，甚至在这场四人大乱战里头的话呢，它是被应该是被Clankis 一脚踢倒还是怎么样啊？不然大家可以回头去看，那他的一个胸口的一个博派标志的话呢印得非常的清楚，整个塑胶的颜色跟他这一次第三集的 Deluxe 等级的颜色是一样的，胶感还是比较重的啊。那第二集的时候 Sideswipe 在电影里的表现很神勇，玩具也是比较优秀，但是到第三集的话呢评价就比较一般了啊。那他的可动的话除了手臂之外，就是脚前后踢，其他几乎都没有任何可动了。面部的话呢，涂装的话呢也是一般般啊，比较糊一点点。那我们就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。这个都往上提过来，然后脚的话呢，两脚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前面的这个后脚跟往前面整个推过来到这边，背板这样整个盖下来，盖下来之后的话呢，它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的，在这个地方。这变形当然是非常简单流畅啊，手的话就是往上推。往上推就行了，就形成一台非常帅气的敞篷车啊。相较于人形的一般般，它的车型就很漂亮了啊。这个已经是几乎是，应该是不敢说100%吧，至少90%的这种车子的一个样子已经完全都出来了啊，非常的好看啊。那这个座位啊什么的，当然这些方向盘什么的你就不要指望了，那个太离谱了啊。那轮胎的话呢也都是有打上一个铆钉的，滚动性的话呢也是相当的可以啊，以这样子等级的玩具，这个车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啊。那我们最后的话呢也就来回味一下啊，就玩一下这些第三集的玩具啊，把它回复成一个车辆的形态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记得是这两个家伙吧啊，不过它的这个 Kuroba 的车型应该是要跟它 Clankis 是要一样啊，反正就是铁皮啊撞上去之后啊，然后在空中翻转，然后本来没你的事的这个 Sideswipe 过来啊，嘎一脚啊，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四人大乱斗的一个情况啊。电影第三集啊，转眼也已经是12年前的作品了啊。不知道各位你是哪一个时期入坑的啊？那对我来说呢，这十多年来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时间啊，有变形金刚陪伴的这十多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啊，也感觉到很荣幸能够透过开箱节目跟各位在网络上做一些交流。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